柯主委跟周玉如因为车祸受伤，所以阿妈棍以下拢无法度振动，必须得爱外国人来照顾。不过为了亲人的支持，伊对优越创作当中，也来找到伊人生的寄托，并且佫将这份爱的力量来扩散出去，甲身心障碍朋友做伙阅读。最近，伊嘛伫南投县后山艺术馆的邀请之下，和其他将近20个单位做伙参与艺术市集的活动，和这个园区来展现更加多元的艺术气氛。其实一开始会有口水啦，啊，嘴巴也会很酸，但是习惯了。用嘴来加着笔，不管讲是调色水还是画图，画家周玉如跨破着身体障碍限制，让人看到伊的创作才能。更可贵的是看到身心障碍的囡仔，还是讲朋友，伫厝内唔知要哪行出来，特别成立着创意空间的工作室，进行优惠教导。台中脑性麻痹协会一起合作，然后我们将更多的漫飞天使，还有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们带他们出来，然后他们能走出来，然后找到，透过手工艺跟作画，然后让他们找到生活的一个目标，然后实现自己的生活。然后让他们不是再是手心向上，而是可以手心向下，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。靠着出来的人的支持，也够喜爱创作，和周玉如行出着悲伤的情绪，并且扩大着这份力量，带着学员参与活动。最近嘛，伫个中兴新村的后山艺术馆，加入着艺术市集的行列。也是为了讲，请大家会使行入去后山艺术馆，很久唔难安排精彩展览，再个每个月一本的艺术气质，造出亲像周玉如安尼特色创作，呈现个多元的艺术气氛。还有塑胶做的生活用品，而且是以台湾的传统产业为主，主要是为了想要支持台湾的传统产业，然后也想要推广环保。刚好暑假，我们下个月呢，刚好把小朋友最喜欢的战斗陀螺，小朋友欢乐的暑假。我们集结在我们的虎山艺术市集，也把有趣的艺术的能够把创意 DIY 能够把它拉到我们虎山艺术市集来。配合着休闲，虎山艺术馆安排着更多高丰富的活动，也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园区，再来支持这个亲近艺术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